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。赛罗，怎么又是你一个人一队啊？哈哈，你就等着输吧。好了，你们也别说赛罗了，今天的游戏装备赛罗先挑。哼哼，算了，我还是把好装备留给你们这三个菜鸟吧。剩下的是你们的。哎，赛罗怎么把好装备都留给我们了？哼，说不定是赛罗的计谋，我们要多加小心才是。好了，游戏开始了。瞎跑什么呢？管他呢，先给他开一枪。别急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哦，过来。赛罗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同时开枪，谁先倒下算谁输。开什么玩笑？你们三个对我一个人？哼，我赛罗还从来没有怕过谁。你们倒数三个数，我们同时开枪。好，3、2、1。千手观音出战。什么？哎呦我去！别说一打三，一打三十我都行。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赛罗是谁？点击下方抖牙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